好，再来哈，我们也再来一起看一下，把画面再借给我一下哈。来，那这里的话呢哈，主要就是加上这个两个 hyperlink 啊，直接用那 hyperlink 就可以了，直接拖拉过来啊，并且把它稍微修改这个上面的名称。另外呢哈，修改一个属性，这个属性的部分呢，就是在那个 navigate UIL 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用选的。那记得就是你们先哈、新增两个网页，这两个网页呢，一个是叫做 delete， 就是说呢可以让我们做 delete 的一个网页，另外再新增一个叫 update 的一个，这两个网页哈、先把它新增起来。那我们就用选取的方式把它选取起来，分别将这个修改跟删除部分呢，用这个属性哈、navigate UIL 这个地方把它做选取。那选取之后呢，它连那连过来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做这个动作，就是说我们可以让 user 去做link 的方式，直接让他点选某一笔资料，就可以把资料秀在这个 detail page 里面去啊。当然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这个在设定的时候呢，可以不需要全部啊，你可以针对比如说几个主题啦、类别哈、发布日期跟。内容不需要，单位这几个好了，就是让他知道说大概就可以了，然后下一步之后按完成哦，就可以秀在那个 grid 底下。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我要把这个 grid 里面做那个 hyperlink 一样，我们其实也就是跟前天所讲的，你可以利用这个地方编辑资料行，再加入一个什么呢？透过主题去做那个 link， 可以让他做那个。直接点选的方式，那方式的话呢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先加入一个什么 hyperlink field 哈、那当然你可以先把主题先删掉之后的话，再来加这个地方加入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往上提到第一个栏位。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一样哦，就是直接把名称改成主题，这个地方跟前面都一样啊，把它改成主题之后呢，并且修改。三个属性啊，主题，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其实也是主要这个栏位，这个栏位部分主题，那上面的部分也要做主题的连接啊，啊，这个地方就是等到我们点了之后呢，还要到什么 detail page，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同样的要再去新增一个 delete 的一个那个detail 的 page。在这边的话，我们暂时先把它打上去啊。比如说，我们叫做给它一个名称哦。这个网页暂时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就直接先在这边建立一个叫 details， details， 底线 delete 好了 ，del 点 aspx。那传过来的这个字串，记得就是说，因为我们传过来的东西哦，也是用那个 URL 的方式。传过去，所以呢还要给它一个参数好了，假设是 ID 等于什么东西，等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第一个栏位、这个地方我们就给它大括弧零，那就把资料传送过去啊。这边其实有个范例啊，其实如果说你有些地方忘记可以参考，它底下有个范例啊， ID 传过去就是一个资料啊，那前面就是我们要接收的这个网页，目前是不存在，我们先把它加上去好了，按确定。确定之后呢，接下来我就建立那个网页。那当然有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啊，直接怎么样把这个网页 details 呢打开来。那跟这个很相仿，对不对？所以你直接可以怎么样呢？把它另存 details， 并且把这个底线 del 就可以把它怎么样呢？另存了。那当然同样的方式另存。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update，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 update 的部分呢，也要做同样的方式，所以呢，你就在这个地方 details 底线 update， 这样子就可以产生两个网页，并且哈、可以传过去之后呢，你就把这两个网页里面的这个部分本来是这个地方本来是只有唯独的部分哈、你就把它改一下，这个地方把它改成什么呢？改成像这个网页是 delete 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地方呢 detail page 里面呢，让它启动什么呢？启动这地方可以启动它的
删除功能，这个是 delete， 有没有？传过来之后呢，它就可以针对这一笔资料是否要删除去做动作。那另外一页 update 就把它启动什么呢？编辑功能，这样子它就会比较详细知道这一笔资料的完整的内容，再做删除。啊，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好了。记得就是说，仿照这个前面的这个方式哦，连到这里面来哈。那这里的话就是先在那个这个 default 这个底下建立超连接，那连过来的话，分别建立 update 跟 delete 这两个网页。好，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